莫非她现在是我女朋友？女朋友？她凭什么是你的女朋友？她了解你吗？她知道你需要是什么吗？她能帮你吗？我告诉你，能在世界上帮助你的只有我，你难道不明白吗？为什么感情一定要和事业搅和在一起呢？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难道我没有权利选择一个我喜欢的人吗？ 我承认，你对于明远来讲是不可取代的。但是我告诉你，公司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我是这家公司的领导者，我不允许这种失控的场面再一次发生。有人可以走，但是我随时都会有备选。同样，你也是这家公司的领导者，你是怎么做的？你不但违反了公司的规定，你还怂恿下属擅离职守。 太让我失望了！有人可以走，但是我随时都会有备选。同样，你也是这家公司的领导者，你是怎么做的？你不但违反了公司的规定，你还怂恿下属擅离职守。你太让我失望了，明轩，不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我在你身边。 你却一直无视我的努力和付出。自从莫非出现以后，你的眼里和心里，你只有他。无论我做什么，我都比不上他。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看得到我？就像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你会把我放在心上。我从来没有漠视过你。 我多么信赖你，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但是我对你的信赖不是你在公司里边可以为所欲为的工具。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是在糟蹋我们之间的情谊吗？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我不想离开公司，我不想离开你。 从来没有想过要开除你，是你自己主动要离开的，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是去是留，你做个决定。对了，你不是批了刘培休假吗？ 雪玲，哎呦，你去哪儿了呀？你得把妈妈急死呀！妈，我没去哪儿，我就是出去散散心。你这出去散散心，唐明勋都找到家里来了。他来了。是啊，我本来想好好说说他的，被你爸拦住了。我说你们俩不要在外面秋秋秋秋秋，雪玲，你过来，我问你点事儿。 爸，怎么了？坐。雪玲，我希望你跟爸爸能实话实说，你跟这个唐明轩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了，爸，你别问了。我自己的事情，我想自己解决。你自己能解决不？哎呀，孩子不让问，你就不要问了呀。行行行，我不问这个，我换一个话题行吧？你当初学油画学得好好的，为了明轩，非要改学服装设计，毕业之后还哭着喊着要来明远工作，啊！我当时不同意，你是怎么跟我说的？我愿意在明远工作，不管以后碰到艰难万苦，我都绝不退缩。夏雪玲，这是你说的吗？是你当时给我的保证吧？啊？是，我是这么说的。那现在怎么解释？碰到一点点挫折，啊，拎着箱子就走。你这是要当逃兵是吧？是这个意思吧？啊？你说说。孩子刚回来，你能少说两句吗？他现在是孩子吗？他现在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他现在是明远的设计总监，他是不是我夏振东的女儿不重要啊？他遇到点挫折就跑。夏雪玲，你觉得你这么做合适吗？啊？雪玲肯定是在明远受了委屈才会这样做的，肯定是遇上了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一走了之的。都是那个唐明轩。我们雪玲在他身边做了这么多年，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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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我现在在跟雪玲谈工作上的事情，你愿意在旁听我没有意见。你要在这儿这么说的话，你上楼去。他本来就是一回事，怎么是一回事了？又是一回事，怎么是一回事了？不是因为他唐明轩，我们雪玲能去明远吗？我现在问他跟唐明轩什么关系，他不愿意回答，你告诉别问，别问，你现在要把唐明轩揪出来，你到底想？别吵了，都是我不好，行了吧？是我让你们俩担心了。当初去明远工作是我的决定，现在我也不会轻易放弃。雪玲，如果明远你做的不开心，咱们就不去了。妈妈给你做主。你做什么主？你现在上楼去。我干嘛要上楼去啊？这跟妈，爸他说的没有错，这件事情是我不对。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应该一走了之。我明天就去上班。你看看你，你看你把女儿逼成什么样了？我逼她什么了？整天就是明远明远工作工作。你也看到了，唐明轩来的时候他是什么架势啊？唐明轩可以不在意我女儿，雪玲可是你的亲女儿啊，你也不在意雪玲啊？这个家是你要做主吗？是不是你要做主？可以。那你做主去吧，你做主去，你把一切都搞定，你都搞定才好。夏总监。夏总监。这段时间您去哪儿了？大家都在问呢。对啊，哦，我住院了，急性阑尾炎，动了个小手术。那您怎么没说一声？我们应该去探病啊。事情太突然了，而且我也不太喜欢别人去医院看到我那么憔悴的样子。对了，刘培还在休假，他手头上这些工作你们分担一下。好的。好。秀哥，你知道吗？那个。夏总监得阑尾炎了，他前几天没来是因为他去做那个阑尾炎手术了，现在他在设计室呢，同事们都这么说。知道了。知道了。啊，肯定是夏总监提前告诉你了吧？我说你怎么能那这么？你怎么话那么多？我就告诉你一声，我先出去了。阑尾炎手术，亏他想得出来。您是莫小姐吧？哦，您是？哦，大家都叫我钟叔，你也可以这样称呼我。哦，那
才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是来找笑鱼的。我找他一天了，没见他人影。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我也不知道，不过你可以问问李琦，他们俩经常在一起。哦，该问的人我都问了，该找的我也都找了，可是没找见。可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哦，请留步，莫小姐。是这样的，今天是冯小鱼的生日。长期以来，他跟他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今天他爸爸想为他过一个生日，两个人在一起好好的谈一谈，修复一下关系。哦，那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我会跟他说的。那我先上学了。那好，谢谢你，叔叔，拜拜。谢谢。跟我也没什么关系，还是不要说了。Bonjour. Pour notre cours d'aujourd'hui, j'ai invité un conférencier bien spécial, Feng Xiaoyu. Vous connaissez tous l'entreprise pour laquelle il travaille, Caïman. Mais vous connaissez probablement M. Feng aussi de réputation, car il est le plus jeune et meilleur designer chez Caïman. Il est reconnu pour le style chinois et aussi pour une série de recherches qu'il a publiées. Un travail de recherche tout à fait remarquable. Alors, sans plus tarder, je lui cède la parole. Accueillez-le bien, M. Feng Xiaoyu. André vient de mentionner le style chinois. Alors, aujourd'hui, je vais vous expliquer ce qu'est le style chinois. Quels sont les éléments du vrai style chinoi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e style chinois est devenu populaire dans le monde.其实我今天找你是有事儿的。说。我今天来学校的时候，有一个中主任找我。啊，你要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啊。我们换个话题吧。La conférence a été très inspirante. J'aimerais t'inviter à dîner avec les étudiants ce soir. Dîner ce soir. Bah, je vous laisse.Non, non, on m'a fait rester avec nous. Le temps a manqué. Les étudiants voudraient encore discuter avec toi. Alors ils m'ont demandé de te garder plus longtemps. S'il te plaît, ne les déçois pas. On m'a fait, venez avec nous. J'y vais aussi. Oui, oui, on y va tous ensemble. Voilà, regarde, regarde, wow.
Allez, assieds-toi. Oh, viens. Merci. En place. Par ici. Alors, mon cher Fang, s'il te plaît, choisis ce que tu veux. Puisque c'est toi qui invites, tu commandes. Écoute, je veux te remercier pour la conférence d'aujourd'hui. Alors, s'il te plaît, fais-moi plaisir et choisis tout ce que tu veux. Pourquoi tu es tellement généreux aujourd'hui? Devine. Mon cher Fang, aujourd'hui c'est ton anniversaire. À un grand créateur comme toi, je veux souhaiter les meilleures inspirations. Tu n'es pas en Chine, mais je suis ton ami, tu n'es pas seul ici. Nous sommes tous venus pour célébrer avec toi ton anniversaire. Monsieur Fang, faites un vœu, puis vous pourrez souffler les bougies. Joyeux anniversaire, joyeux anniversaire.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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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i. Qu'est-ce qui se passe? Est-ce que je me suis trompé? Ce n'est pas son anniversaire aujourd'hui. Tu ne sais pas quand tu es parti, tu es trop gêné. 其实我并不感谢安德烈，我根本不想过生日。所以你才不接钟叔的电话。是。我妈还在的时候，她、我、我妹，我们三个总在一起过生日。我妈走了。 就只剩我和我妹妹两个人。最近这三年，我妹妹也不在我身边，我就不喜欢过生日了。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些。今天的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明天，我会去跟安德烈道歉的。 听说那间餐厅的鱼做的很好吃。是啊，你这应该吃完了再走。嗯，要不我送你一条鱼。你还会做饭呀？ 祝你长命百岁，富足有余。谢谢，我一定会好好收藏的。那我先回去了，生日快乐。
刘飞，我知道你已经跟唐明轩在一起了，我只是希望以后你对我不要视而不见，躲着我，避着我。既然说到这件事情，我也想和你好好聊一下。没错，我和明轩在一起了。有些事情你不在乎，可是他在乎，而我在乎他。因为在乎他，所以我才会回避你。我只是不想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让他觉得不高兴。我跟他比，真的那么差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也是一个很仗义的朋友，从各个方面比，你都不比他差。可是感情的事情是没办法用来比较的。我承认我很欣赏你的才华，可也就是仅此而已。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很棒的朋友，没有别的。那时间也不早了，早点休息。生日快乐。晚安。晚安。钟叔。哎呦，小鱼啊，我前两天不是打电话给你，让你今天回家吃饭吗？董事长在家里等着你呢。哎呦，我什么时候答应了？我怎么不记得？哎呦，这孩子呀，这楼梯我今天上多少趟了？我一早上来接你，可是你跑得不见人影，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哎，哎呦，这钟叔这是老糊涂。被你整整折腾一天呢，钟叔，你哪儿老了？你是老当益壮了。哎呀，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快快快，跟钟叔回家去，走。我一天没吃饭了，我说了，我不会回去的。小鱼，你听我说，董事长为了跟你一起吃饭，今天早早就回家了。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哎。他心里会很难受的。钟叔，我敬你是长辈，能不能不要每一次都提出这么让我无法接受的要求呢？小鱼，你不要这样啊！这么多年了，你爸爸在心里也是很痛苦的。痛苦？我怎么没看出来他痛苦呀？我看他跟他太太过得挺开心，挺逍遥自在的。小玉，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想开一点啊？啊？这件事钟叔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妈妈的死跟董事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否则的话，你那些舅舅们，这不可能轻易的放过他，是不是？当年出事的时候，董事长比谁都难过，你没有看见。他抱着你妈痛哭的样子。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我妈走了，她有了新人。你让她好好过日子呗，来找我干什么？钟叔，你回去吧。你跟她说，我不会回去吃饭的，让她也别张罗了。我妈走了以后，我就不喜欢过生日了。那钟叔跟你说了这半天，你这道理……我说了，你回去吧。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还没睡，董事长。还是没办法来给劝回来。他还是不愿意回来，尽管我劝了好半天，他始终还是打不开他的心结。我想，您是不是找个合适的时间，跟他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谈什么？有什么好谈的？始终认为我辜负了他母亲。我跟您这么多年，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是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呐。他的这个心结，还是需要您去打开呀。您说呢？以后再说吧。只要他没事，我就心安了。其他事儿以后再说。我休息去。好，帮忙董事长。表哥，出事了！你看，这么慌张干嘛？过生日送个礼物，这不很正常吗？啊？这个是方小鱼，你不生气吗？女朋友都要被抢走了。爱一个人就要相信他，小孩儿。英国，我不是让你早上七点过来接我吗？人呢？对不起啊，轩哥，我今天来晚了。我轩哥，我就是出来之前有点拉肚子了，然后所以就……轩哥，要不您骂我一顿吧，您打我一顿也成，您这样我心里不舒服。啊，你迟到了十七分钟，在车上废话了三分钟。哎，轩哥。你说把你工资拿出来给大家来个团建，怎么样？我错了。是方小鱼的事儿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走吗？我哪知道啊！少来！哎呀，你就跟我说说嘛，我都好奇死了。今天安德烈好心好意给方小鱼过生日，他为什么要走啊？是这样的，今天方小鱼来我们学校讲课，刚好赶上他过生日，然后
安德烈就组织班上的同学一起吃饭帮他庆生，结果你猜怎么着，他知道后就走了，然后场面就变得特别尴尬。我吃完饭回家就碰到他坐在楼梯上，一想到上次他救了我们两个我也没什么表示，我就顺手用中国结编了条鱼送给他当做生日礼物。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我送方小雨生日礼物，如果你介意的话我下次就不送给他了。干嘛呀，这么忙都不忘吃醋。小气鬼，小气鬼，小气鬼。陆叔，哎，你走慢点嘛。谁让你跟着我了？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生气吗？难不成你体重反弹了？你找死啊！你诅咒我。有吗？你诅咒我长胖。哦，这个我不是想不到乱猜吗？那你直接告诉我们好不好？你那天是不是去跟 Kitty 喝酒，还跟他唱歌？对啊，我不是喊你去，你又不去。你是不是傻呀？到底怎么了嘛？我不喜欢他，你以后不要再跟他玩了。好，就这样。那当然可以了，没问题，我答应你。哇，你这两天不理我，我真的是都要闷死了。真的吗？嗯。好了，我答应你，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嗯，算你识相。不生气了吧？等会想吃什么，带你吃。喂，哎，你又怎么了？你火了！你快看，快看，你火了，你火了！你小声一点，一本杂志而已。国产男模之光，哇塞，这么高的评价！哎呀，这个记者太夸张了，讨厌！不是你这个活动真的参加对了，现在的小姑娘都喜欢反差萌。什么萌？就是你这种呀。T 台上是禁欲系男神 ，T 台下是自带萌点的小奶狗。哎呀，什么玩意儿？听不明白。哎，直男。我还是看杂志吧，还是封面比较好看。是吗？可是别人都说我本人比较帅啊。对了，之前不是有人推荐你去当演员吗？你照这个趋势真的可以啊。演员啊？对呀。我不太想当演员。为什么？我不想拍我的戏。什么？我初吻还在呢。莫凡同学，你这么少女啊？啊？嗯？哎，不过讲真的，我是觉得当演员得去扮演很多不一样的人，还得说不一样的话。那我呢？我就只想当我自己，所以我只能当模特了。那你和凯曼签约的事情想得怎么样了？我也没想好，不过我可能得等我姐有空跟她谈一下。哎，小姐，这本杂志你要不要呀？你都看了半天了。要，这些还有这些我全都要，你里面还有吗？你有多少我买多少。真的？真的，我全都要了。哎，好，你买那么多干嘛？我留着做纪念呀，还可以到处送人呀，多光宗耀祖的事情。光宗耀祖？那个，你说米娅答应再跟董事会讨论一下跟我们合作的事情，这件事本身我听起来吧，我觉得这当中就有问题。是这样，米娅她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他们也需要时间来讨论。而且 SLC 这边呢，他们确实是有意向的。
但是以我多年经商的直觉啊，我总觉得这是个圈套，先给点甜头，对吧？放出点口风，然后吊着咱们的胃口，就这么拖着。为什么要拖呢？啊，既然想合作，我觉得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想抬价。现在目前为止，比咱们给条件好的确实有，咱们总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做出一个选择吧。他们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嘛，这就属于恶意抬价的事情。明轩， SLC 不是不好，但是有点乱，要不咱换一个吧。夏叔，咱们过董事会的项目，它不像过家家，说散就散。关于 SLC， 我势在必得。明轩，虽然你年轻，但是你做生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吧？啊，这种事情不能意气用事啊！什么叫势在必得？你要这么下去，我觉得只可能是势在必败。哎，老夏，别那么急嘛，人家明轩做事不是一个啊不往心上去的人。SLC 是法国的老牌企业，这风都放出去了，哪有不竞争的呀？这说明我们的眼光是对的，大方向是没错的。是是，我也没有说收购 SLC 不好，之前预算也批了嘛。但是要这种情况，他要抬价怎么办？再抬价，我这是一分钱都没有。啊，这个是啊。夏叔，别激动啊。这事儿啊，我再想想办法，我会平衡好，好吗？不好意思，我有点急。行吧，那咱们散会吧。啊。夏总好。嗯，好。爸，你怎么来了？我这不开完会吗？顺便过来看看你。啊。你设计的？啊。都是你设计的？那当然了。不错嘛，啊。哎，你们今天是确定 SLC 的项目吧？结果怎么样？这个也是你设计的？问你话吧。你说这种会能开出什么结果？开玩笑。那你是不打算增加预算了？这个，我觉得呀，你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就行。其他的事情啊，别操心，公司有你爸，啊。我这不也是关心一下咱们公司的情况吗？你要是真的想了解公司的情况呢，那你现在就要沉住气，啊，不要别人一说点什么呢，你那小心脏就瞬间融化了，对吧？我看你，我又没怎么样，我这不是怕您为难吗？怕唐明轩为难吗？哎呦，你吓死我了！讨厌！哎呀，你那点小心思呀！哎呦，您别瞎动！会，都弄乱了都。其实啊，我真的不是有意要为难那个臭小子。你想，公司是大家的吧，也不是他唐家一家的，也有我们夏家的份儿。我发现问题，是一定要提出来的，我必须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对吧？嗯，嗯，看看就挺没听进去。行了，不跟你多说了。哎，对了，晚上下班别回家，你唐伯伯请我吃饭。唐伯伯？嗯，不是陆阿姨让我的。嗯，不是，是，好好好，就这么着，晚上见。嗯，走。我送送你。怎么，老唐身体又不舒服？嗯，小毛小病的总是有的，但是你别以为我吃着药就赢不了你啊！你要是认输，你就说话，老夏。哪儿跟哪儿就认输，再看看。
今天不在状态啊。我不在状态，我照样赢。这个需要想好了，落子无悔，跟年轻的时候一样，还是好胜心这么强。哎，所以我心态年轻啊，正因为心态年轻，所以我身上的零部件就给你。我可不每天吃药，吃点药没事儿，我都到年纪了，就怕是脑子糊涂，脑子糊涂不好办了。老唐，咱不带这样，下棋就下棋，你还瞎聊什么天儿？你这赢了不算，你刚才说了落子无悔，不下了，不下了，下棋这个事儿费脑子，再来一盘。下了一辈子了，院子里边这么好，咱们起来活动活动啊！来，要不我再想想。老唐，你叫我来，不只是为了下下棋、闻闻桂花香吧？啊，人老了，老是想过去的事情，也没人说，就把你这个老朋友给找过来。以前的事儿多了，你说哪件？那时候我们做企业的时候也没那么多资金，就是给外国人做加工挣点辛苦钱。哎，好不容易走到今天才有了名媛。是啊，来之不易呀，不容易呀。所以对于我来说，非常感谢你还有老魏你们这些老朋友，没有你们名媛就不会有今天。可是怎么今天就走到了困境了呢？首先呢，时代变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没变，你依然那么守旧。这话我就不爱听，我怎么就守旧了？你死抱着宋唐，你不守旧谁守旧？宋唐是我喜欢的一个品牌，它是中国风，这是我们这个企业的核心啊，它是跟别的品牌的区别。为什么要有区别呢？现在紧跟潮流，这是最安全的做法。那品牌的个性在哪？连基本的利益都保证不了，你谈什么个性啊？老唐啊，我们都这把年纪了，哎，你好意思吗？还让我跟老魏跟你去冒这个险？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啊，作为商人，能挣钱的事情我也愿意去做，但是我们必须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而不是只看眼前，是吧？如果说我们能够成功的收购 SLC， 明远集团就做大了。那时候利润会更多，大家都是有份儿的。对对对对，你说的特别对，这张饼画的真好看。但是还是那句话，我岁数大，对吧？你不要跟我展望未来，啊，我不想展望未来。我也是个生意人，有钱的事儿我也愿意干。但是明远有多大家底，你不知道吗？啊，老唐，现在，爸，唐伯伯，陆阿姨叫吃饭了。好好好，吃饭吃饭。想想，不能想一出是一出。不是，我还是有这个把握。但这钱呢？bon, c'est très bien。On peut commencer. J'ai bien hâte de voir le résultat. Oui. Bon travail. Ah, ça va?C'est vraiment très urgent. Je vais porter cette robe au mariage de ma fille. Désolée, mais cette robe doit être envoyée au siège pour la réparation. Ça prendra combien de temps? 4 jours. Oh là là, ce soir, je vais partir.
Comme la broderie est sur les manches, notre cadre de broderie est trop grand pour la réparer. Est-ce que vous n'avez pas d'autres solutions? Je peux essayer. Vous avez une solution? Oui, j'ai une idée, mais je ne peux pas le rendre identique comme original. C'est quoi cette technique? C'est la broderie de Suzhou de la Chine, une technique très ancienne. Merci, merci beaucoup. Pourrais-je prendre une photo de cette robe? Je voudrais garder un beau souvenir de ce mélange entre l'art français et l'art chinois. Bien sûr. Merci. Je vais raconter à Mia ce qui s'est passé aujourd'hui. Tu mérites vraiment un grand compliment. Merci. Je vais voir.感谢唐总，我非常满意。我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创作出非常优秀的作品。我一定不辜负唐总的期望。我准备就在这儿搭个行军床，我就住这儿。这可不可以啊！好好工作必须要有好好的休息。明轩，哎，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明远时尚的设计总监夏雪玲。陈老师你好。别叫我陈老师，就叫我程阳。我以前看过您的作品。 但是没见过本尊啊。欢迎你来明远。哦，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培，以后你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和事情都可以找他。陈老师好。哎，你好。机长大名。来，给你介绍两个助理，这位是余夏，是比赛之后进入公司的，虽然来时间不长呢，但是表现也是最好的。这个是陈东东，是所有实习生中表现最优秀的，以后就交给您了。陈老师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那你们就先忙吧，我设计室那边还有一些事情。好，你先慢走。夏总监跟我想象的可不一样。你想象中是什么样子啊？他现在看起来更像艾尔莎。什么？冰雪女王。 Let it go, let it go. I'm holding back anymore. 看来你们现在相处的已经很融洽了，啊，先不着急工作，带程老师四处熟悉一下。好，好，一定好好熟悉。加油。好。唐总，慢走。好。啊，刚来吧。唐总。忙呢。 就是，接着就电脑。别打扰你了。没有没有。哎，唐总，那个程设计师来咱们明远真是可惜可贺啊！你说这样一来，夏总监就算再忙的话，你再也不用手忙脚，就是那个绞尽脑汁这么多天了，咱们是不是该休息了？累了是不是？没有没有，不累不累。小子呢？ 走，开车，咱们俩出去一趟。去哪儿啊？绣房。等等，喝口水吧，一天没喝水。
谢谢。忘跟李师傅约好了吗？约好了，现在他在博物馆，马上过来。走吧，咱们去看一下。唐总好像有些消瘦啊。是啊，最近确实有一点忙。我听莫非说您去法国了，怎么样？他还好吗？有些日子没见他了，还真是挺想他的。您放心好了，他这个小丫头，她把自己照顾得可好了。那这点是随她妈妈，又坚强又独立。您跟小飞的妈妈认识？对呀，她妈妈呀，就是工作太忙，满世界的跑。以前寒暑假的时候呢，她妈妈就把她送到我这里来，让我来照顾她。结果呢，反倒是我多了个小帮手，她把整个绣房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的。您这么说，我还真有点不相信呢。这个孩子呢，就是性格直，脾气犟，容易得罪人。唐总，您呢，比他大几岁，还请您多多包涵他。再有，他现在在国外，他弟弟也请您多多关照。放心吧，我当然会了。莫凡，哎，唐总，上车吧，我过来看看。哦，来，冰淇淋啊！是啊，你姐姐特意跟我说呀，你从小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冰淇淋。啊，我小时候是挺爱吃的，但是，唐总，我现在在训练期，我也不能吃这种甜的。哦，对。那我来一个。哎，你刚才叫我什么？唐总啊。唐总。姐夫，姐姐走了以后就自己一个人在这住啊？对啊，姐姐不在，家里真的挺冷清的。有没有想她？谁想她？我们从小就吵架，还打架。唐总，姐夫，我跟你说，我姐打架可厉害了，我都打不过她。那是小时候的事啊。以后不准再欺负你姐吧。哦，知道了。虽然说你姐确实有点胖，也挺能打啊。可不是嘛，姐夫。你等着，我把你跟我说这些话要告诉你姐。姐夫，那我可能得到你家去避几天。那我们家干嘛？找露珠啊？他老上我们家，老让我给他做饭吃。你们两个吃吃饭还行，啊？啊。行，时间也不早了，这现在不吃放冰箱里啊。别好，我一会儿就放。自己一个人在上海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好。嗯。姐夫慢走。真懂事啊。早点睡啊！好，姐夫，拜拜。好，再见。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找我聊天了？这么长时间没找我，我还以为你光顾着谈恋爱把我给忘了呢。看你
你说的，我是那种人嘛，是因为最近学校功课太忙了，没有时间。你少来啊！真的，而且我看你到明远工作也挺忙的呀，就没打扰你。我在忙，能有你家唐总忙吗？前几天夏总监一失踪，你家唐总忙得好几天没休息。我看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你看的是不是心疼坏了吧？夏总监失踪什么时候的事啊？唐总没和你说吗？就在新人来的前几天呀。他从来不跟我说工作上的事情。那明远又招新人了？是呀，是一个叫程阳的，刚从巴黎回来。虽然唐总没直说，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很可能接替夏总监的工作。我估计是夏总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为了强调一下自己的重要性，他最近格外严格，设计部都快忙坏了。哎，你说，看着这么厉害的人，也很没有安全感哈。夏总监是不是想多了？就是正常的人事变动而已。我也觉得他想多了。听说是为了让夏总监能够安心工作，唐总亲自去把他给请回来了。这就是等于昭告天下，不管什么人来，夏总监就是唐总最重要的左膊右臂吗？嗯，这事儿我就不懂了。我去问唐总，你就懂了。有人来了，先挂了。你又不是总经理，你瞎操什么心啊？到底选哪一个？这个产品怎么样？啊？这个评价还不错。定一瓶。那这个呢？这个产地和材料的还好。评价，评价。也定一瓶。啊，请客饭，去去去。C'est qui ? UPS ! Mademoiselle Moffet ? Oui ? Votre paquet de Chine. Ah, merci.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journée. Au revoir. Au revoir.明轩，你怎么一大早就收快递呀？这是什么？不知道，打开看看喽。小心。好软哦，这是什么？这是橘红糕，这是江浙那边的小吃。哦，哎，这我吃过，云片糕。哦，谁给你寄的？我也是你家唐总。嗯，你说他工作那么忙，怎么还有空给我寄这些东西呢？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恋爱当中的人啊，常常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吃这个。这不好吃。那我吃这个行吗？这吃了发胖。哎，那我能吃啥呀？这个行不行呀？那这样吧，我请你吃大餐。这些吃了会发胖的，而且没有营养。我跟你说，你给我吃一点吧，你别跟我抢。Excusez-moi。Où est votre badge ? Mais non, mais je travaille ici. Vous devez avoir un badge comme ça. Est-ce que vous l'avez ? Ah, je l'ai oublié. Bien, suivez-moi, s'il vous plaît. D'accord. Bonjour, madame. Sorry, I can't speak French. Pas employé, pas d'entrée. What? I...
Mais qu'est-ce qu'il se passe là? Ah, hello. Hi. I work with Kaiman. Kaiman. Mais je ne sais pas qui est-ce. Fang Xiaoy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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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h, o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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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le connais, lui. Fang Xiaoyu. Oui. It's my friend. Cette jolie fille cherche le directeur, Monsieur Fang. On peut l'appeler? Mais regarde toutes les grandes marques qu'elle porte. C'est peut-être la copine de Monsieur Fang. Bah, laissons-la entrer. S'il vous plaît, bienvenue. Welcome. Oui, mais elle devrait avoir la permission.找人，方总监一起的。你们有人会中文吗？Madame, Madame, oui vous, vous allez bien entendre ça. Allez-y, allez-y. Girls, как девочки приготовились? Номерочки? Take your numbers. How's it feeling? Good. Good. You awesome. You know it. Everyone you want. Please get ready fast. Okay. So, guys, you know everything, right? What to do, how to walk, how to smile, how to get what you want. So I wish you luck, and you're the best. Thank you. J'espère que la prochaine fois, quand vous arriverez à ce point-là, vous montrerez bien les courbes de votre corps. Votre silhouette est magnifique. Et attention à votre regard. Oui, oui, très bien.你怎么在这里？我是模特儿，不应该在这儿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早就被凯曼污名了吧？你还记得吗？我能做模特，都是你引领我来的。
我第一次走上 T 台，就是有你陪着我。不记得了。可我记得，我。不是这怎么回事啊？人随便进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王总，我试试，我试试，我现在就带他走。走走走走，打什么呀？哎呀，你别啊！请你站起来。我站不起来了，我脚崴了，鞋跟也断了。又演苦相戏呢？我没有。方总，鞋跟真断了。你又想到哪一处啊？来找你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你跟我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那先给他拖出去。哎，真的是很重要的事儿，工作上的。我让你拖出去就拖出去。哎，方小雨，你太过分了吧你！这不是站起来了吗？我，你来带我办公室。走吧。能走吗？李欣。嗯，去给白小姐拿双鞋来。拿鞋？对，快去。哦，好。方总监，这里可是法国哎，你能不能有点同胞之情？对不起，我对你还真没办法有。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你装作模特混了进来，还好意思说我不念同胞之情？你如果被高管抓住了，你知道你会是什么下场吗？那我站着别动。那我不是实在没办法吗？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你又不肯见我，只能想用这个下下策。别扯这些没用的，说吧，来找我干什么？这么着急就要谈正经事啊？嗯，不叙叙旧什么的。回答我的问题。好吧，我来找你是来谈合作的。合作？嗯。跟我谈合作？你不会还想进军我们法国凯曼吧？我劝你省省力气吧。方总监，不要这么看不起人嘛！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现在呢是海妖董事长的女朋友。所以你今天来是一个老板娘的派头？不是，我就是想跟你说，只要你需要我，我们海妖愿意做你的排头兵。白小姐，你觉得我会把我的衣服放到菜市场或者超市去卖吗？以你们海妖的水准，你心里没点数吗？还想跟我们凯曼合作？谁给你的勇气？方总监，你对我们海妖的偏见也太深了。我们可是有专卖店的，真的很专业。哦，是吗？那请问你们海妖有拿得出手的设计师吗？目前你们的衣服结构简单，线条单调，还非要朝着雍容的方向去拼命努力。每一件衣服恨不得直接写上一个贵字。这不正因为没有，所以我们才要联名设计啊。你想的还挺美的，我姑且相信你真的来谈合作的，但我不可能跟你们海妖合作。如果我跟你们海妖合作的话，我在这个圈子呀，就真的不要混了。不是，方总监，你怎么能这么想呢？那我应该怎么想呢？应该想想合作的事情啊。你想一下，你跟我们海妖合作，好处可多了。至于条件嘛，随便你看。白小姐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呀？就算我能开出条件，你一个人说的算吗？
我既然能说得出这话，自然能做得了主啊。我老公啊，对我可好了，什么话都听我的呢。这朱海天比起他爹来啊，真的差太远了。进来吧，干嘛呢？行。白小姐穿上鞋，赶紧出去吧。哎，方总监，你干？你不会还想让我叫保安把你请出去吧？我。哎，白小姐，我们方总很多事要忙呢，走吧。平底鞋，这个跟我也太不搭了吧！方小鱼，Voici les dernières sorties de la nouvelle saison. Il y a des pantalons et des jupes. Voici ces jupes. Ça va très bien. Vous avez essayé? Voilà. Par là, s'il vous plaît. Donc, c'était vous qui avez servi la cliente? Oui. Elle m'a envoyé une lettre de remerciement. Je suis heureuse qu'elle soit satisfaite. Vous avez appris la broderie de Sujo? Oui. Vous la connaissez? Je sais qu'il y en a vraiment beaucoup, beaucoup de techniques de broderie magnifiques en Chine. Ah non, je n'y attendais pas. La Chine est en train de s'élever. Bien sûr que maintenant, je fais très attention au marché chinois. En même temps, j'aimerais bien avoir plus d'éléments orientaux dans nos vêtements. La plupart des éléments orientaux qu'on applique sont du simple déplacement. On n'arrive pas à toucher le cœur. Quelquefois, il y a même des mauvaises applications à cause de la capacité de comprendre la culture. Je suis d'accord avec vous. C'est pour cette raison que je recherche les nouveaux concepts. Est-ce que vous connaissez le groupe Mingyuan? Oui. C'est une entreprise qui s'efforce de présenter au monde la culture traditionnelle chinoise. Ah bon? Leur patron, M. Tran, s'engage également dans la protection de la culture de l'artisanat. La broderie de Suzhou en fait partie. Je sais qu'il y a beaucoup d'ateliers à son compte nécessaires pour produire nos vêtements. Oui, la collaboration avec l'artisan traditionnel est d'une part, et d'autre part, pour soutenir ces artisans, pour apporter de nouvelles idées au design de vêtements. Tout à l'heure, j'ai vu derrière que vous avez offert un petit gâteau à une collègue. Désolée, je n'aurais pas dû... Vous ne m'avez pas compris. Je voulais simplement dire que le gâteau a l'air bien joli, très intéressant. Thank you.
梦静，你在哪儿呢？啊，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肚子疼，我说你玩。我从这儿过去得两个小时，你要不直接打急救电话吧？哎，不对，你直接打方向宇电话吧，他就在我们隔壁。没事没事，我自己想办法吧。啊，拜拜。喂，怎么了？我肚子疼。走，我带你去医院。我已经打过电话了。等不了了，我帮你预约。哦，曹老没事，坐。Centrale de Paris, bonsoir. Bonsoir, je voudrais prendre un rendez-vous avec le docteur Michel. C'est très urgent. Je m'appelle Fang Xiaoyu. Monsieur Fang, attendez. Michael sera disponible dans une demi-heure. D'accord, merci. Je vous en prie. Bonsoir. Qu'est-ce qui vous est arrivé? Elle a mal au ventre. Est-ce que vous pouvez lui faire passer un examen? Bien sûr, sortez s'il vous plaît. Je veux lui donner un examen. 那我先出去等着，有什么事随时叫我。Allongez-vous s'il vous plaît.没什么大问题，白细胞有点高，稍微消消炎就好了。哦，吓死我了！哎，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怎么了？哪不舒服？你能帮我保守秘密吗？我今天生病住院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你说的任何人是唐明轩吧？嗯，我就是不想让他担心，他最近工作也很忙，事情很多，我不想因为我自己的事情而让他分心，所以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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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吧，我不会跟他说的。倒是你要答应我，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明白吗？幸好我的家庭医生今天有空，要不然你就等着疼吧。行了行了，哎，我这是不是快输完了？快一点。快了，我去叫护士，一会儿带你回家。哎，今天谢谢你啊。
开。莫非，你怎么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啊？有吗？有那么脆弱吗？可能是光线的问题吧。光线的问题。哎，我说你还在加班啊？啊，是啊，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处理完。哼，你还说我气色不好，我看你才瘦了很多呢。是吗？莫非，你怎么样啊？你可吓死我了！医生有没有说什么呀？你还疼不疼啊？莫非，刚才你是不是说什么？你身体出什么问题了？